今天我们这些同学难得了在这个地方一起聚会啊，因为平常呢都散在各个地方啊，在一起聚会的时间很少啊，这一次是都能来了。那么也碰到啊，在这个学习在学习跟教学方面呢，也都到了关键的这个时候啊，怎么样能够突破，怎么样能够向上提升啊，在目前是确实是很重要。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把我自己修学的经过啊提供大家了做个参考。我十岁离开家乡，民国二十六年啊，二十六年是七七抗战开始，我十一岁啊，我小学念完啊，我一年级没念过，我从二年级念起。小学念完的时候，是不记得是十四岁，就失学了。啊，抗战那个时候已经四年了，第四年了，我父亲就从军，啊，在这个就是江西前线那边作战，我们留在附近，所以生活非常艰苦。啊，我母亲替别人做佣工。那我们自己没有钱读书啊，所以就失学了啊。一个长辈给我介绍到一个汽车队里面去做文书啊，十四岁，那个地方在南平啊，也离开家了，离开家一百多里啊，每个月呢可以拿到十几块钱啊，我们省吃俭用啊，还可以寄十块钱给母亲啊，我还有个弟弟，啊，弟弟比我小六岁，啊，我十四岁，他才大概八岁的时候，啊，所以有时候常常呢，这个黄昏的时候没有事情，就坐在小河边上，那是闽江这个支流，啊，坐在水边上一想，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啊，所以说每一天有空就到小河边上，我也不跟别人在一起，就坐在小河边上就想，真的是想了很多很多问题。啊，那我头一个想到我失学，失学没有钱，啊，如何能够？叫这个贫穷人家的小孩呀、啊，都可以念书啊，不至于失学。那这学费从哪里来呢？这学费应该国家付。啊，所以我就想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就想这个教育上、经济上的问题，啊，那怎么复发呢？我就想到国民应该这个纳税呀、啊，要拿教育税。那他的收入1%做教育，他的小孩就由国家来教，小孩从幼稚园到大学到研究所，全部是公费的，国家，所以国家一个，我想出这个点子，啊，国家应该征收税的时候，那是全国小孩的时候读书啊，就不至于有经济上的问题了，啊，只要有能力念书的时候都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想问题是从这儿开始的。我自己本身的感受，啊，所以从这个是很年轻的，我到20岁就非常成熟了，啊，就是由这个就想到经济，啊，没人教嘛，
也没有看什么资料啊，这你想那个小学毕业的这种文化啊，就想到这个国家经济的这个怎么个来源，怎么个支配啊。那么有这个想的话，他就想到牵连到的，所以以后想教育应该怎么教法啊，所以以后就想到就对政治方面的对这个军事外交啊。我到20岁的时候啊，我就研究外交啊，所以确确实实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南京，我在南京第一中学啊，这个继续上学，那个时候念初中3年级啊，我头脑里的就有一套治国的一个大纲，常常跟同学们在一块聊天啊，就谈到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同学当中有共产党我都认识啊，我不但不揭发他，我还保护他啊。为什么呢？理想方向目标是一致啊，我也很佩服他们拉我入党，我没有参加啊。什么原因呢？我手段太激烈了啊，用和平的手段可以达到，不必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啊，一定是要这个清算斗争啊，夺他的这个田地的时候还得要杀人啊，这个是我不能忍心做的啊。我说我们目标一致，土地国有是我早年就有这个想法啊。那用什么方法的时候能够达到国有呢？我用和平的方法啊，国家限制就是所有的这个土地不准个人买卖。那他一代传一代吗？他传到儿子分家，到孙子分家，不就分光了吗？你要卖，只有卖给国家，不可以卖给任何人。这个方法可以达到吧？不要去用这个激烈的行为，这个不好，跟你结冤仇。啊，我是可以做得到的，不过时间缓一点，50年到100年，土地国有。啊，不是做不到。啊，那他是那个太慢了，啊，他们这些同学们讲，这太慢了，用武力就清算斗争，马上就拉过来，啊，这个富人统统把他杀掉，啊，所以我这个听的时候，我说这心里很难过，啊，我说那是个人的想法，所以我就没有加入共产党，啊，所以这是这个，38年，我一看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趋势啊，我就想着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啊，所以我就赶快离开啊。我跟孙立人的军队到台湾啊，到台湾之后大概半年我就离开军队，想读书啊，想读书没有人支持啊，没有法子啊，也没有在困难之下的时候找了个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可是平常读书我是一个习惯，从来没中断过啊。所以以后遇到方东美先生啊，那时候我对哲学很有兴趣啊，我觉得社会所有一切问题是人的道德跟智慧的问题啊，如果这两个这是疏忽掉了，啊，社会说纵然富有，也会动乱，啊，人过得也非常辛苦，啊，所以一切是人的问题，啊，人的问题研究人呢，就研究跑到哲学去，啊，所以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我跟他不认识，啊，只是慕名，给他写一封信，写一篇文章，这就是我给方老师一篇文章。这里面只有2000字，2000多字，啊，是什么呢？是我在度假的时候，啊，我在台中一个小村庄住了半个月，几个同乡的老朋友，有徐锡明，啊，现在几个人当中还有徐锡明现在还在，啊，我给他们讲我的理想，啊，一天讲2个钟点，讲15天，30个小时，讲完之后，他们说你这种不错啊。要写下来，要不然可惜了。我用2天的时间，用文言文写的，
啊，就这个同学是我讲的三十个小时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寄给方老师，啊，这个希望呢，他能够允许我就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啊，一个星期之后，方老师回我一封信，啊，约我见面，到他家见面，他就问我这个学历啊、经过、家庭状况。我都向他直接报告了，啊，我说我只初中毕业，啊，他不相信，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他说我们台大学生写不出来，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没骗，我说虽然我是学多年，但是我没有脱离读书，我喜欢读书。啊，那么方老师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叫什么？57年前，那跟现在就不能比了。他说你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那我被他这几句话就凉水浇头，没希望，所以感到也很沮丧。啊，老师看到我这个样子。最后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头课。所以我跟他学的是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一对一的教，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啊，没想象到的啊。到以后很多年以后，我反省这桩事情，老师为什么这么做，我是一张白纸啊，对哲学很有兴趣，没有读过哲学的书，没有接触过哲学的这些教授。啊，他怕我到学校，见同学多了，老师多了，思想就乱了。啊，所以他愿意拨出时间一对一的来传授，这就是中国古时候讲的师承。啊，所以学生找老师不容易，老师找学生是更难。啊，你要找到一张白纸，他真正好学，啊，他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这个很不容易遇到的。啊，所以遇到他当然不会放弃。为什么？做老师的人一生没有别的，就希望他东西能传下去，下头有传人，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希望。啊，所以确确实实，就是说，老师这个厚爱，啊，他给我讲的这个，讲的这个课程就是哲学概论，啊，从西方康德哲学讲起，啊，那么讲到中国，啊，再讲到印度，啊，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啊，所以这个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就很惊讶，我说佛经佛教是迷信是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他说你不懂，啊，他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他佛经，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就请教他老人家，我说佛教你从哪学来的？他就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啊，他很年轻。就是名教授，20几岁就出名，啊，是蒋介石的老师。那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知道他是他老师，碰也不敢碰他，这不知道。到他死的时候，秦孝仪做报告，我们才知道，才恍然大悟。啊，这个蒋先生对他那么尊重，这是我们看到的，啊，但是不知道这里头有这关系。啊，你看我跟他20多年，他都没说过，都没提过这个事情。啊，我们这才晓得是他在中央大学教书，他有一段时间生病，到峨眉山养病。啊，峨眉山上非常清雅，那地方我去过。那倒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修养的一个环境。
他说那个庙里头报纸也没有，什么收音机也没有，那时候都没有，杂志也没有，那东西他都佛经，这没有事情消遣呢，就拿佛经看，越看越有味道。啊，他东西是在那个地方跟佛结的缘，那叫深入经藏。从这个之后，他就没有一天离开佛经。那台湾那个时候大藏经出版社，他头一个就买了一套。啊，那晚年的时候，你看我们认识之后，他在学校里开课，啊，在台湾大学，他开了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他完全讲佛学，他是这些就很讲学。台大退休之后，辅仁大学请他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啊，这都是大单元，啊，这一个单元叫几个学期，啊，大单元，啊，所以他就对这个特别爱好，啊，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40多岁。他大概大我20岁的样子，大我20多岁，啊，40多岁，我26岁，他大概是40、4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这张照片是晚年照的，啊，有那个本子上他瘦瘦的，那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晚年时候他很丰满，这像好看，嗯，这个大概是应该有60、70岁的时候。他走的时候79岁，啊，就是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他79岁，就那一年过世的。啊，所以我们才了解呢，佛法是学术。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搞了不少年了。他告诉我，佛教里面有高等哲学，也有迷信地方。啊，也有迷信地方，啊，他说我们要学哲学这部分，啊，学相宗，学信宗，学这个法相为识，这是纯粹哲学。啊，可是到晚年呢，他就晚年真的他有一点悟入，晚年他就不是这个说法，啊，晚年他在小的时候，年轻时候认为是哲学的部分呢。那是佛教的大门，在门外看到大门富丽堂皇，啊，没有登堂入室啊。晚年确实踏进去了，啊，认为迷信的那一部分那是更高的学问，那不是迷信，那更高的了。啊，这个才真是，所以他介绍我的是《华严经》，他介绍我的。啊，那我讲华严的时候。你开头听我前面讲华严那些神咒，你看全是表法，那就很有意义了，啊，可以全部落实到实际生活上，啊，所以我这个开始他介绍我第一本买的这个经书就是《华严经》疏钞，这是上海这个香港智开法师替我找到的，啊，先后找到两部，啊，《现状本》。从大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书啊都烧，有些人就偷偷的拿在那里卖，哎，价钱很便宜，啊，现状书一套40册，啊，现在我们印成精装本的时候10册，啊，是这个10册印成1册，啊，40册，语言是这么借的。啊，所以是完全从学术里头是接的这个接的缘。啊，我们一生听从老师的指导，啊，他的原则，这个理念永恒不变。啊，所以到晚年，我们才深深体会到孔老夫子这个述而不足，信而好古，了不起。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但现在没人相信，年轻人不相信，嗯，我们后代的怎么样做学问超不出古人，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古人明心见性，
啊，怎么明心见性呢？分别执着放下了。你今天佛这学问再怎么样广博的时候，你分别执着没有放下，那你只看到外面的墙，你里头没看到。你要看到里面，那你的障碍破除，障碍就是烦恼障、所执障。破除之后，那你就见性了。啊，你过去所学的可以跟性的连起来，可以能够融会贯通。啊，所以说你把你所学的都变成了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啊，你不会有障碍。如果你还有分别执着呢，你所学的就变成所执障。那为什么呢？你见不到心，见心是要放下，不放下不能见心。啊，心是相同的，谁放下谁就见心，所以是平等的。那你看佛教导我，只要妄想，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啊，所以你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成佛了，你就见性了。见性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毗卢遮完全一样，没两样。那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你没有一样不同它。为什么？它是从自性变现的。你已经找到根了，啊，像一个圆球一样，你找到中心了。只你在中心点，四面八方它都同。它贯通，你不到这个中心点，你不是偏在一边，你只晓得这一句，这个地方你不晓得。啊，见性就是你真的把中心点找到了。啊，宇宙哲学里面所讲的名词本体，你把宇宙万有的本体找到了。本体是本体是自己的真心，本体就是自己。找到本体之后，你才能肯定整个宇宙是自己，自己就是宇宙。啊，宇宙跟自己不能分开。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也是这一个体。啊，所以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啊，他放下，啊，这叫什么顿悟啊？就是一时一下就放下了，这三种烦恼全部放下了。啊，那他所证得的，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啊，我们叫能大师讲了五句话。啊，任何山一波就传给他。这五句话，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是讲一部《华严经》。那么他这五句话就是《华严经》的纲领，无二无别。啊，展开就是一部《大放光华严》，《大放光普华严》浓缩提纲领呢，就是无作这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啊，无论是隐是现。没有意思和情绪，啊，本不动摇，能生万法，啊，所以我们这次读了这个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那就讲得太清楚了，啊，宇宙怎么来的，啊，生命怎么来的，我从哪来的，啊，是自性，一念不绝，啊，一念不绝有没有理由？没有，有没有时间？没有。啊，什么时候一念？就是当下一念，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个里面时间空间确实没有。啊，现在也没有。啊，现在你们认为有的是那是错觉，那是迷。啊，所以这个是很难懂，很难体会。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我跟你讲，空间时间没有，你不相信？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空间时间？梦里的有啊，醒来之后，你梦里的时间空间到哪里去了？不就没有了吗？这事实就是一样。我们现在梦没醒啊，所以这个时间空间它没什么变化，你觉得哎，它真的是有哎？你看白法里还说它是无为法，其实它有生命，它的生命是它生命跟宇宙同时。那你昨天有人问因果啊，因果是即时有的。因果跟宇宙同时，你看看一念不绝不是因吗？啊，一真庄严现前的不是果吗？是不是？这同时，它跟虚空跟时空同时生的，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就朝闻道夕死可以啊，真不容易，你就搞清楚了啊。古时候这些大德明心见他不说，那他为什么不说呢？他说说出来太残忍了，说出来说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就不会开悟。他叫你悟，悟入之后，他给你做证明，这是教学法。那现在呢？现在不可能有人开悟了，那只好说出来。那说出来之后的时候，问题就是你肯不肯亲证？那说出来说，哎，听说是真的，啊，佛像没错，啊，不是你自己念，释迦牟尼佛的境界。那你自己怎么样？我自己把妄想分别执放下，那就是我的心。啊，所以教下讲信解行证，最重要是你自己要亲证，亲证这是科学啊，这不是盲从啊。啊，那么华严经跟你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要亲证。啊，在哪里呢？就在现前。啊，华藏世界当中，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那你就看不到。啊，看不到是，你有三个障碍，妄想分别执着。你有这个东西，你看不到现前的华藏世界。如果这个东西放下之后，这个世界你马上就看到了华藏世界。啊，那这些人群呢，他迷惑了，他本身看歪扭了。啊，好像别人都戴了太阳眼镜，很厚的太阳眼镜，你没有戴眼镜，你看得很清。他说：“哎，这个是蓝色的，那个戴红色眼镜，红色的，他们俩就要打架了。那个戴的是绿色的，不就是三个就干起来了吗？是吧？那没有戴眼镜看得清清楚楚，你给他怎么讲，他都不相信。我看到真的是绿的，我看到真的是红的，谁都不服谁。”不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说众生迷惑可怜了，如何帮助众生把眼睛拉下来，拉下来之后才恍然大悟，那才真正见到事实真相，道理在此地 啊。所以我这是年轻的时候，是二十几岁的这个思想啊，是很不成熟的啊，所以我也很不愿意拿出来，这很丢人的事情。但是方老师讲的是，在那个时候，台湾大学的学生都写不出来，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这么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去，老师就方便指导了。所以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把这份东西送给他。啊，张家大师还提了几个字，啊，原本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啊，这几个字啊，难得他们还印在这上。啊，对对对对对，这张在民国42年。啊，所以这是一段这个经过啊。学佛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啊，就是真正认识佛教的人太少了啊。那我们既然认识，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家人，也没结婚，啊，那我就有发愿，把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了来传承下去，啊，所以我就决心把工作辞掉，啊，来专门干这，啊，那就亲近这个李老师，啊，李老师呢就劝我学经教。那发心学释迦牟尼佛，走讲经弘法的路子，那是不敢。我说这经太难了，我们哪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不敢承担啊。李老师那时候办了一个经学班，有20多位学生。他这样好了，你我带你去看看我们上课。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啊，坐在后面一排，老师上课。教这个讲经，那这堂课上完之后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愿意参加，行。我说我看看我这个能力不比他们差，啊，老师那个班上的学生，2/3是小学毕业，那我是初中毕业的，我比他高得多啊。
啊，大学念过大学没有毕业的就朱飞一个人，还念过大学12年级的，啊，就那么一个，啊，其他的就有少数的，的初中的，啊，高中好像只有两个，程度很低呀、啊。老师怎么教的呢？老师就是找一部小部经，啊，你学哪一部经，就教你这部经。他是四书教学法，啊，20多个学生，学讲经的一个人只能够学一部经，不可以学两部经。学讲经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坐在他对面，面对面坐；其他的时候坐在旁边，就等于像旁听一样。啊，这教人教的什么？要复讲。啊，教完之后说，他要去写笔记，就是复讲，要把老师讲的话重复讲下来。我这个就很困难，他一个人记不了啊，每个同学都记，啊，记完之后就全部交给他，回家去整理，啊，这总得两三天的功夫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就复讲，复讲还是在小班上讲，啊，讲给我们大家听，但听了之后，老师是先让我们大家批评，啊，然后老师最后做奖品，叫他修改，修改完了之后，还要讲一遍，然后再上台。临时教的，你不是教一部经，今天给你讲讲，后头呢？后头没学过，不知道。不是一部经学完了出去讲上台呀、啊，就是一堂一堂过这样，真叫是，赶鸭子上架，是这么样教出来的。那我在那里占了便宜了。我年轻时候有两个长处，就记忆力好，啊，理解力好，啊，所以老师教他们说，我全懂。老师教学有个规矩，你必须全力专心去听，不听课，你不能有一点分心。你没有听懂的，你不能问他。你要再问他，老师这一句我不懂，能不能再给我讲一下？老师先打你一顿，啊，呵斥你一顿，不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你有依靠，顶多不过是挨顿打一顿骂嘛，还可以能讲的，不讲。那你就没有法子，你逼着你非得要专心听不可啊。所以后啊，我就变成同学的顾问，变成老师的助教，啊，没有名分的助教，啊，他们有了问题的时候都来问我。那我对老师所讲的东西，我有能力跟老师讲一个小时，我至少可以讲55分钟，我有这种能力。啊，我能够理解。啊，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没出家了，1年3个月，15个月，老师就叫这个小部经教了13部，我13部通得过去，我讲的都比他们好。啊，但是我在老师做麾下的时候，10年当中在台中一部经没讲过。啊，这个慈光大专讲座等于是我发起的。啊，那时候台湾大学的时候成立晨曦社，啊，学佛了。这个消息啊，那是周玄德居士他主持的。啊，周玄德大师台大教授啊，也是李老师的好朋友啊，把这个消息传到台中。啊，老师很高兴，哦，这个是高等学府啊，这是高等知识分子。学佛了，我给了李老师讲，我说老师未必是好事，他瞪着眼睛，怎么不是好事啊？我说如果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要搞成闲职闲间怎么办？这个问题一说的时候，他脸马上就严肃了。哎，他这我没想到，他说怎么办？我就给他出点子，哎，我说我们利用寒假暑假，把这招一批学生。我们这里来培养，办个大专讲座，我们这学生会对付那学生，好主意。所以这是我给他搞起来的，这好主意啊。啊，所以他这个大专讲座的课程，是跟我研究的。我们两个人，找我的时候跑到房间，那时候我在台北讲究，啊，叫我回来的时候研究，教哪几种课程，啊，找哪几个老师，啊，但是都没有，这是老师爱护，我知道。
啊，为什么呢？我要一讲，啊，讲得好，所以老师常讲，你讲得不好没关系，你讲得好，嫉妒障碍，你台中就无法立足了，人家非得逼着你干这干的不好，啊，所以这个情形呢，在那个时候老师就教给我，我在今天走遍全世界走投无路，啊，别说在中国我不能住，外国也不能住。啊，我清楚，我就是要当做个流浪汉，一个地方住不要超过一个月，大家很欢喜；住的一个月，大家都生烦恼。就这个要懂啊，是我们中央不了解，是我了解。你请我在那住两个月，我都不干了。我晓得，人家受不了，我对人家没有害处，但是他不放心。啊，所以在台中市的时候。住上了三年，那等待必定没有什么麻烦。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香嘛。你在这住一千天，你还不走漏啊？那该到走漏的时候吧。啊，所以这些事情我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都从李老师教的。啊，所以我们处处帮助人，帮助别人建立道场，帮助别人建立佛法，我们明文利养统统不能要。那你这样沾一点的时候，人家就害怕了。为什么？他是凡夫，他要名闻利养，你就给他。啊，所以我跟韩馆长三十年，我们处得相好。为什么？没有厉害。我要的是讲台，哎，你要给我制造机会，天天让我上讲台的时候讲经，这个他做到了。啊，那我不要的，那他要当图书馆馆长，给你当。啊，你要管人给你管，你要管事给你管。你要管钱给你管，你什么都你管，但我轻松，我什么都没事啊，我天天就是读书教学啊，他帮我三十年，我也帮他三十年，我们没有利害冲突，我要的他不要吗？他要的我不要，这就行了吗？如果他要的时候我也要，那就麻烦大了，那冲突就麻烦了。那所以我是这一生跟人家相处的原则啊，所以我是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读书，你给我有安静读书的环境啊，志同道合我也不能说教啊，我没有教的，我提供学习的环境啊，这就是护持护法啊。所以我们想的时候，真正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尤其是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啊，我们对整个世界状况了解了，这个世界动乱的原因我们晓得，用什么方法来对峙我们懂得啊，可是没人相信，如何能叫人生起信心，那这是个大问题啊。所以今天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做出证明来给人看，你就相信你说得再好他怀疑，他说你这是理想啊，是幻想，不可能成为事实啊，所以这个我们必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是做都要做实验啊，这个实验做得很辛苦啊，做好了嫉妒障碍也出来，这都不能避免的啊，所以做好了赶快就要交，那交给谁呢？最后交国家，由国家去推动啊，我们想交给联合国啊，你看我们理想当中宗教大学多元文化大学，我在巴黎联合国，我就劝到这个秘书长最好联合国的办啊，我遇到谁他有这个缘分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们啊，我也跟马哈蒂建议过啊，我也跟这个新加坡政府建议过，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演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希望新加坡做啊，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如果把伦理文化东西带起来的时候，它是文化大国啊，它能做全世界啊这个和谐国的一个好榜样，它来带头啊，就是听到他也点头啊，利益摆在面前，他就利令智昏，这就没法子了啊，所以叫语言不成熟啊，真是在难得的时候，我在中国做成功的时候，祖宗保佑。
三宝加持不是人力啊，人力怎么能做到啊？啊，我跟这个事情跟马爹谈过，马爹说真不容易啊。啊，他说你在共产党这个社会里面，啊，他说如果是三年前，绝对做不到。啊，他说他能够给你披上去，不这个不支持、不反对、不干涉，对你不错了。我说真的，真是如此。啊，所以我说这是祖宗之德。啊，那么今天这个国内也意识到了社会安定和平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六四运动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来稳定第一。那一天我在大连。韩馆长组了一个小旅行团到他家乡去访问，啊，本来六四那天我们要到北京去，啊，结果看到播资讯报道的时候，那边那么大规模的，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回到香港来了，啊，这个邓小平啊，用镇压的手段把这个事情写下来。有很多人问我，那问我的看法，我说邓小平做得很对。他说你怎么替共产党讲话？我说我不是的，我不是替共产党讲话。我说我是替中国人民幸福而讲话。为什么呢？国家在这个时代不可以自动了，一定要安定。我说除这个方法之外，你们能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能把这个事情平息？你想不出来吗？啊，这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手段。啊，但是你不这种不用手段的时候，如果说是，你让他人民随随便便一点小的不高兴就上街头去抗议去，你这个社会就没法子维持。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富裕，你怎么办？到处都有人游行，到处都抗议，你怎么办？那除非共产党愿意放弃政权，放弃政权，你让。那个什么伍尔开西这一批学生那个，那不国家搞得更糟糕，那人民搞得更苦。啊，我说国民党做不好，有共产党这个政权能代替，那现在谁来代替共产党？啊，搞得不好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完了，被列强四分，我都就瓜分了，那你才苦了。我这么一分析，大家才听懂了。我说我不是偏向哪一个。是事实，他就要这样做法。我那一天跟那个在人民大会堂，晚宴的时候，李元栋坐在我旁边，我跟李元栋讲这桩事，李元栋说：“像你这种想法的人很少啊。”我说：“是很少啊。”哎，你要为整体着想。哎，你要顾虑到的时候，国家民族的安全。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啊，那么中国这么多年来靠什么没有维系呢？大家说我靠教育，啊，你看一个国家，你读中国历史，哪一个帝王得到政权之后五年天下太平，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那都是什么东西？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那我们唐朝的经验里晓得，那教得好的嘛。但是这种共产党统治中国去弄用中国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普遍推行，早天下太平了，什么事都没有啊。啊，所以老祖宗这个东西啊不可以轻忽啊。谚语里面所说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就是这样。不相信老人，不相信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那现在社会动乱，这就吃亏在眼前。中国世世代代，你看改朝换代，哪一个帝王都遵守教学为先。连满清入主中国还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他没有改变。这是真理，这是人性的教育，
它不是出于哪个人创造发明的，不是啊。哎，它是从自信的流露啊。那所以这才叫真正真理，永远推不翻。你在中国做有效，在外国做也有效。啊，我们你看跟这个外国接触不同的这些宗教，不同的这个族群，啊，为什么都得到人家的爱戴呢？没有别的，很真诚。那我们真诚心对待。那佛家的这个四摄法，啊，我们真的尊重他，我们没有傲慢，我们低下头来，我们尊重他，啊，我们敬爱他，我们关怀他。啊，我们照顾他，我们帮助他，他怎么不欢喜？啊，所以老祖宗的教诲是真的，真理啊！啊，这个事情很难的，你看，连英国汤恩比知道。那在国际上提倡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啊，必须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是他们没提出来的，不是我们讲出来的，我们讲出来没人相信的。啊，2006年我们巴黎活动之后，我们就访问伦敦，我们在剑桥大学，在伦敦大学讲演的时候，我说这是你英国人讲，你们本地人讲的。啊，然后就反问，孔孟学说、大乘佛法，真能解决问题吗？啊，我们去访问的是大学的汉学系，他们专门研究东方的学术。啊，那个佛教跟这个儒是他们主要修学的过程。啊，我说你们学六年能解决问题吗？啊，我一问个个都呆了。啊，那我再问他，汤恩比的话是不是讲错了？啊，最后我给他们解释，你们今天谈到儒，头脑里想什么？40五经13经，想什么东西？啊，给你讲到佛，啊，你一定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法相、无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太深奥了，没有人懂的人太少了。啊，解决问题要普及。要老百姓个个都能学，那是什么东西？儒释道的根。哎，要从根本，根是活的，你们所看到的没有看到根，你们只看到花瓶，插的这个花很美丽，是的。啊，那个大师级的往上提升，啊，平民的只要什么，只要三个就行了。伦理道德因果，啊，他懂得伦理道德，他耻于作恶，不会作恶，那作恶叫做羞耻啊。啊，懂得因果呢，不敢作恶。你看社会上面两种人，一种人支持的，一种人不敢。那知道的是因果有报应，不就天下太平了？比法律好啊，比警察好啊！啊，所以中国过去没那么多警察，天下太平了。那也没那么多法律啊，人人都不会做坏事啊。啊，靠教育，啊，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我们如果要算推算去，至少要推算10000年以上，绝对不在印度之下。啊，印度婆罗门有10000多年历史。我们中国的时候没有发明文字嘛，那传说嘛。啊，我们老祖宗真有智慧。啊，千万年的这个智慧结晶的累积，那是宝啊，这个要信啊，信而好古啊。所以孔子是对的。我们现在对古人怀疑，这错误了。那你该受罪了。啊，你对古人教诲的时候疏忽，麻烦就大了。所以中国东西要讲透。啊，中国东西从哪里来的？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啊，中国人讲道德，什么是道德？
大自然的法则是道，大自然的规律是道，随顺大自然那就叫德。啊，你看落实在人伦上，五伦是道，五伦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那不是哪个人越发的，不是。啊，父子，天然的。啊，夫妇，这也是道，不是什么法律哪个创造法，没有这个东西。啊，兄弟自然的，啊，君臣，朋友。那这人与人自然的关系啊，这是道啊。那随顺父子的亲爱，那亲爱是德。啊，君臣的仁义，仁义是德。啊，夫妇有别，别是德，他有个别不同的任务。啊，朋友有信，信是德，信德。啊，长幼有序的序德，这是德啊。那道德是这个，那懂得这个，他人就自然守规矩了。啊，我是什么身份，我应该站在哪里？啊，我应该怎样？哎，这个心理，啊，自然他就守规矩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在中国讲，中国人欢喜；啊，没受过教育人听欢喜；啊，你跟外国人讲，外国人也欢喜。啊，走到什么地方讲都人欢喜，所以他。没有时空界限，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也没有文化的界限。人性它是人，人之初性本善，啊，只要是人，人性本善。那什么是善呢？这些东西就是善。那这个道德就是善。啊，这走到哪里都通啊，没有障碍呀。啊，这个是中国老祖宗，所以汤恩比真是也很了不起啊！他能争一生的时候搞这个世界文化史，他是史学家，他不是搞断代，不是搞地区，他搞文化，所以他对中国文化是佩服到基础啊！你看他跟池田的谈话，他们就谈到最好世界理想的是世界变成一个国家，那每一个国家都变成地区。啊，地区的这些政府，啊，那就战争就没有了。啊，这谁能统一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国家？是中国人，就他们中国人。他中国人说，从你看从秦汉统一到现在还是统一，在全世界。啊，随顺缘，啊，顺境善缘，缘是讲人事。啊，境是讲物质，物质环境好，人事环境也好，啊，都是善人。在这个里面，妙用是什么呢？没有贪念。啊，你有贪念，啊，你有这个控制，你有占有的念头，错了，你完全错了。啊，那你这个用的时候就不是妙用了，用的就生烦恼。那逆境，那环境不好，挫折很多，恶缘，啊，找麻烦的人很多，啊，在这个里面说，在这个里面放下你的嗔恚，啊，你没有嗔恚，锻炼自己没有嗔恚，不愚痴，啊，外面事情。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在这个里面修忍辱波罗蜜。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让。啊，实在忍受不了，没有法子让了，你就想到，般若经上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想到弥勒菩萨所讲，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1280兆分之1秒的那个现象，那个现象里头什么都不可得啊！那现象上就在眼前，念念都是这个现象，这一秒钟一秒钟已经以那个波动的次数
已经是1280兆了，啊，每一个这个念头都不相同，念念不相及，啊，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不是前念，念念都是独立的，就刹那生灭，所以我们讲尘住坏空啊，但是讲粗相啊，人一生尘住坏，生老病死，其实讲微细思想，是讲那一念，一念里头还有思想，还有尘住坏空，还有生住意灭，那就是1280兆在尘世，叫微细思想，不就是如此吗？不可得了，不可得，你在里面还起心动念，不是错了吗？哪有这种道理？那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唯一的一段事情，帮助没有觉悟的人觉悟，就干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迷得很深，迷得很久，是不容易让他回头，啊！那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啊，第一个教导他断恶修善，为什么？让他不堕三恶道，啊！他来生继续在人天享福，啊，慢慢在学习，你看，从三恶道把他拉上来。啊，这是佛教一切众生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那是已经学佛，帮助他破迷开悟。啊，第三个呢叫成熟的众生，那你帮助他转凡成圣。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到，念佛的人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成熟的众生。他一往生，他就说菩萨了啊！所以其他的这个法门里，84000法门，其他法门里那个成熟不容易。净土宗的成熟，只要死心一心一意向着西方极乐世界啊，怎么样有把握往生？放下就有把握啊！放下什么？很容易，放下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控制，放下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占有。你就决定往生。如果你还想控制，有这个念头，还想占有，那你的往生不保险，没有把握。那这两个一放下的，有把握了，你灾难就没有了。那灾难是什么呢？哦，这是刹那生命，根本就没有。来来灾难，这找不到嘛？你说有灾难，我可找不到。你从微细。这个四象里的找不到灾难啊！弥勒菩萨这段话很了不起啊，我们要常常拿这个作为观照的基础，你就心平气和啊，心平气和里面的时候，你所生的用着全是智慧啊，你怎么会有烦恼呢？没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啊！啊，所以天下最大的快乐，我念念都不忘记我方老师。为什么不是方老师？我根本不能修佛门，不可能的。那他把我带进来了，啊，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真得到了，他没有骗我。啊，全是他的指导。啊，那我这个行业，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他劝我出家，啊，他劝我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不要走官，啊，那么他是个出家人，啊，国民党，蒋先生邀请他吗？那他也参加国民党，他做了国民党的什么中央评议委员，他告诉我，这是不得已啊。这是没有法子啊！啊，参加开会的时候，他都念咒，从来不说一句话。这他告诉我的，他告诉我千万别说话。啊，好好的把经教学好。啊，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学释迦牟尼佛。啊，这以后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
一生是过游牧生活，我们现在也走他的路子。啊，一切都随缘。啊，我们搞得莲花过去也都随缘了。那缘是越来越殊胜了。啊，帮助别人，我们自己不要去做。尤其现在年岁大，啊，八十多岁的人，诸位一定要晓得，随时可以走。啊，我早年讲经的时候，常常说，人生从出生到20岁，人生的春天。啊，20岁到40岁，人生的夏天；40岁到60岁，人生的秋天；60到80岁，人生的冬天，后头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要懂啊。啊，我在早年提倡说，这个人生在20岁之前，有很多还不知道佛法。啊，像我26岁才接触佛法。啊，那么就定住，20到40，拼命学习。啊，你奠定基础啊。啊，那么40到60，要为佛教服务，弘法利生。啊，那么佛法里面只有2种人，一种弘法的，一种护法的。护法比弘法还重要。护法是办学校的，弘法是教员的。所以没有强有力的护法的人，你再好的老师，你没地方，无用武之地。啊，要有学校，学校来聘请。啊，你才有发挥的舞台。啊，所以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护法跟弘法没冲突。啊，像我这个跟韩观的关系，啊，他担任护法，我弘法，我们两个分得很清楚，没冲突，他护持得很好。啊，早年的时候替我找地方，啊，替我找地方讲经，啊，他也就拉他的一些朋友来听经。啊，那么以后就人越来越多啊，啊，所以没有以后没想到的时候，会走向电视，啊，这是想象不到，佛菩萨安排的。啊，所以经得起考验。啊，我们受委屈，不要辨别。啊，受冤枉，受冤枉，受陷害，没有报复的念头，心平气和。那，啊，一生当中，接受别人批评，不批评别人，我们只有赞叹。啊，你回报我，我赞叹。啊，那个觉悟的快的，2-3年他就觉悟了。啊，我们关系可以重新建立。啊，又好了。啊，迟一点的时候7-8年，10-来年，哎，他回头了。啊，因为什么呢？啊，人都有良心，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人有良心。哎，几十年下来之后，他会想到。他一生常常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是报复他的，怨恨他的。哎，我们真没有。再想想，一生当中这个朋友还是这个朋友好，这朋友不错。你看我怎么样羞辱他，他都没有一点怨恨。啊，我这个本事是在南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念初中3年级学来的。我跟我一个同学学来的。这个同学现在不知道下落，找不到了。那姓白，白振华，同班同学。那我们年龄差不多。他是从青年军退下来的。啊，我很看不惯他，常
常常欺负他，啊，常常是挖苦他。啊，那学校的时候，这个有一次，这个画图比赛是校警写生，我得第三名。啊，我就向别的同学们说，我为什么会得第三名？你晓不晓得？不知道啊，是你们写生都画的是静物，我画的是动物。我画的时候，我就画我那个同学在那里几岁写生，他在那画，我就画他，我就画他。我说我画的是动物，你们画的是静物，你们画里头没有人，你们画里头有这个人在里头。啊，处处是挖苦他，从来没有说他一句好话。他在背后的时候对我非常佩服，非常敬佩，没有说一句的这个坏话。我被一年被他感动，啊，向他道歉。哎，这是我的老师啊，这个关键太重要了，对以后学佛的时候帮助太大了，忍辱波罗蜜。啊，他给我做了一个好榜样，啊，所以我也是很不容易啊。你看，一年才惭愧向他道歉。啊，那么我在早年在台湾上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同事也喜欢读书，搬家的时候，啊，我对书很爱惜。搬家的时候，他就把我很喜欢的书的时候，他拿了，大概好像三本，他就收藏起来。啊，搬的时候就搬不见了，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啊。问他，他也想不知道。哎，以后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朋友就发现了，哎，在他箱子里头。啊，所以我成宿舍的时候，因为宿舍在一起嘛，四个人一个房间，我就到了宿舍。哎，开了箱，果然是有，在，我又把它拿回来了，就偷回来了，偷去的，我又偷回来了，这是不道德的，这是错误的，不可以偷回来，是。那么他就借机会的时候，在办公室当着很多同事的时候，啊，十多个人的时候，把我臭骂一顿，骂了半个多钟头，啊，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一句话不说，过了三天，他来给我道歉。哎呀，我说你真了不起，我被人家我捉弄人家不知道多少次的时候，我一年才道歉，你怎么三天就要道歉了？是吧？你的根性比我立得多。最后那几本书我送给他。根性力啊，三天他就来给我道歉，嗯，是不是？所以这个效果很好啊，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学会了，说人家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啊，赞叹别人的长处，不要说人家的短处，啊，这个日久天长，人家传到他耳朵里，某人赞叹，从来没说你的坏话。他会反省，他会回头，啊，所以要留后路啊！啊，那我们离开这个新加坡，我们自己知道自己错了，那为什么呢？人无千日好吗？一千日你还不能那么滚蛋？你应该要走吗？你不走你就错了吧？那还是等人家赶我们走吗？啊，所以不管人家在说我什么，人家来告诉我，我不相信。我说他不会这样说我，我说你不要听信谣言。啊，那么这些话传回去，传到他儿子，让他去反省去。啊，这个是处事待人第一个原则，绝不给人结怨仇。这很重要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
啊，他瞧我不顺眼，啊，无故来找麻烦，我们自己也想到，我们这一生没有给他结缘，前世结缘了，那他今天对我是应该的，那我不能再还，这账就到此地就了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保持谦卑。啊，为什么呢？你看菩萨最严重的障碍，这三重障，啊，就是骄慢、傲慢、嫉妒、贪欲。啊，你有这种三种障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不要说是成道，你开悟都不可能。这悟门都障碍住了。啊，你要想你自己，啊，听经看经有悟处，这个没有。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在过去明善法师，我们也往来很多。啊，我听到明善法师给一些出家人讲，净空法师没有嫉妒心。这个他看出来了。我们见人家好处，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帮不上忙的，我们赞叹他。尤其是大乘佛法在世间，要令一切众生长生欢喜心。尤其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要做出好的榜样，好的样子给人看，不能做出坏的样子，世间人这些坏的样子我们了解，我们怎样帮他纠正，从本身做起，你不能讲，你讲人家不相信，从本身做起，做出样子给人看，把这些坏的毛病习气啊纠正过来，让人家慢慢去救，我们永远感恩。这个是无论世出世间法走向成功之路，只有这一条，所以一定要学父子的性而好苦，恕而不足，你没办法足，为什么？你没办法超过自信，自信是圆满的，圆满的你还有什么办法足？你看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隐的时候不现本自具足，现呢能生法宝，所以这个要懂得，没有什么创造，没有什么发明，所有一切最殊胜都是自信的本自具足，总是违背自信的也是本自具足，本质就是他被他那个烦恼妄想执着扭曲了，阿鼻地狱也是化藏世界，也是极乐世界，无二无别，这是你自己有业障，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现象，你的业障放下了马上就没有，境随心转所以境随心转，我们的善心善意能够化解灾难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确实在佛法有理论依据化解灾难那么从小的，现在诸位很多这个例子，你看看疾病医生不能治的，放弃了这信心能把它治好善念一生，清净心一生，你所有细胞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是最健康。怎么变坏的呢？就是烦恼习气把它变坏了，变成病态了，就这么个道理嘛。所以你要想得那个，特别是禅宗，不识少林那个禅禅宗靠什么？靠静坐。
他们有运动，他用劲，劲把整个身体恢复正常。我们在熏老汉念佛，老和尚一坐啊，一个星期不出定是很平常的啊。他一出定的时候，他没有感觉的他很久，好像才有一会儿啊。这个年谱里头记载一桩事情，过年的时候啊，他在锅里头煮了一锅芋头啊，活生前煮芋头，他在旁边就打坐，这一坐就入定啊。这寺庙里很久都没有看到老和尚出来了，所以就有几个人到他茅棚就看他，哎，看他时看到在入定，就拿银钱耳朵敲敲他出定了。哎，就是老和尚，好久没见你了，我刚烧的芋头，来，我们来吃芋头，吃芋头。锅一揭开的时候，芋头长毛了，底下灶里都生草了，怎么回事呢？半个多月了。他说我感觉的就一会儿啊，半个多月了，他就得这几分钟。啊，所以这么一说，实际是假的。我们看老和尚常常在定住，那我自己亲眼看到是张家大师在定住，他那个像平常就是那样的他的衣服也是如此，一年四季就是这样的，那冬天是没有问题，夏天也是这样，这夏天不热吗？那个道员老和尚啊，穿得很薄的，哈拉扇子上问，这个和服你不热吗？张家大师心静自然凉。这他听了就，哎，我很惭愧呀，是不是？心静自然凉。我认识张家大师啊，那个时候大概是65岁，他68岁走的，我跟他3年。我那时候26岁，他65岁，好像大我39岁，祖父辈的，很慈悲。好了，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也很快，你看12:20。